自从玉圆找到老板私房钱后，同事们就纷纷想带他回家，没想到玉圆刚到他家就冲进了厕所。对，就这，这味道我熟。不是吧，不会真的有吧？这啥玩意儿，怎么把我造的这么丑？天哪，好啊，没想到他是这种人，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回来。哎，这两三百块钱还不够抽几包烟呢，算了吧。都别坐着了，嗨。难道沙发里面还有？这俩人可真笨，我要有手就直接搬了。难道一二三？我的天！你这个钱拿去给玉圆买罐头。好，谢谢。